的吧？说跟这儿还有专家的言论呢。李总，关于公司的传闻是不是真的？难道我们集团的天网系统启动真的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吗？您看看，一派胡言，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对了，马上发一份公司的内部公告，绝对不允许员工议论此事。这很明显就是对手公司嫉妒我们拿下了天网计划，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恶意地攻击我们。你去通知公关部，让他们想办法马上平息此事。是，李总。你们不用工作吗？我们真的成功了，是，我们成功了。雷浩，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计划会不会成功，但是我必须要去做。万一我失败了，你就马上启动我们的天眼系统，将火王元素立刻发射到神域去。林燕，一定要这么做吗？你这个做法风险太大了。如果你不试试看，就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呢？而且这是眼下最两全其美的选择了。为了我们爱的人，我把后面的事都交给你了。要是童峰知道了你再出个什么万一，他一定会活剥了我的。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。雷浩，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。没想到童峰这脑子还挺够用的，居然被他发现了。看来我轻敌了。狄云，童峰这篇文章你看了吗？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看到了，怎么了？我只问你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你回答我。怎么，连你也开始质疑起我来了？那真是太遗憾了，我还以为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。我从来都没相信过你。从来都没有啊？那真是太可惜了。你没看出来吗？这一切都是童峰为了林业出头而做的。如果你再不用你的媒体资源管一管，那么你和他连最后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叫嚣，不如花点时间去做有用的事情，别让林业胜得那么轻松。我在问你新闻的事，别把我和童峰的事搅进来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不要敷衍我。真假有那么重要吗？到了现在你不听我的，不跟着我干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还有那个姓魏的老头子，如果你不赶紧处理的话，那我可就要动手了。狄云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对付林业是一回事，因为他不是地球人，可是对付其他人是另外一回事情，那是违法的。我不会做违法和泯灭良知的事情，你知不知道？违法？我不是地球人，我不懂你们这儿的法律，还真没看出来，像你这样的人居然还有良知这玩意儿。狄云，
总之，我不会允许你对魏教授私自下手。行了，你赶紧走吧，林业交给我处理。森泰的天网计划没有人可以阻止，也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复苏神域。这一次的计划还有几项你要注意。这是我们办公室，你不能随便进。李队长兴师动众，有何贵干？绿创生态集团林业涉嫌一起网络犯罪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李队长，你说的这件事情，有什么证据表明是我做的？林总，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，我们警方也不会轻易的找上门来。现在有人报警称有黑客攻击了森泰内部的网络系统，并且提供了 IP 地址。经查实，这个地址就是你电脑的 IP 地址。而且，黑客攻击不止破坏了森泰内部的网络系统，还有好几家银行的系统也遭到了破坏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看来狄云已经对我们发动攻击了。这是陷害，这是别家公司对我们的恶意陷害。好了，请你们冷静一点好吗？咱们公事公办，林总，希望你不要让我们为难，跟我们走一趟，把事情说清楚好吗？走吧。等等，我承认黑客病毒是我设计的，网络攻击的事情也是我做的，我私自用了林业的电脑，他毫不知情，你们要带的话就带我走吧。雷浩，别胡说，不许承认没做过的事。李队长，事情确实是我做的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调监控，我确实动了林业的电脑。我是我们公司的法务，从现在起我是他的代理律师，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问我吧。永倩，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，多亏了你的转发，这文章一下子就推广开了，真的是帮了我大忙。这大明星的宣传效应就是不一样。咱们姐们儿还用说这个话？虽然我才疏学浅，看不懂你写的那些深奥的理论，但是我看过的电影多呀，什么国内外灾难大片我全都看过。你写的那篇文章是真的吗？可我这出话剧还没拍完呢。先别担心，那不过只是魏教授的研究推测罢了。通风，你那文章说的要是真的，那就太可怕了。电影每到这种时候，就会出现一个超级英雄来拯救全世界。可是我才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真的会出现超级英雄。到时候怕是我们就只有等死这一条路了，太可怕了。倩姐，倩姐，倩姐，我跟你说，你的包包全都卖出去了，剧团啊已经收到汇款单了。我的义卖会不是下周才开始吗？现在怎么会收到汇款呢？是不是搞错了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拍卖行打过来的，说是有人全款收了你的包包，而且言明钱他照付，包包啊说让他原封不动的给你送回来。那拍卖行有没有说是谁买了永倩的包啊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这有张汇款单。喏，你看。我看看。看来雷浩为了你，连老本都赔上了。我说你们俩这是唱的哪出啊？转移婚前财产。给，把你的通讯设备呢都留下来，我们先帮你保管好吧。对了，还有你的钱包跟你的手表。走吧。
等等，雷浩，李队长，我作为雷浩的律师，我想我有权知道整个案件的详情以及举报人的信息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切都会按照章程来办的。小宋，哦，来接过一下。怎么了？电话没有人接。他跟林烨最近工作都特别忙，也可能去实验室了，没拿手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要问清楚，明明是他提出的分手，现在要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这颗心经不起他这么折腾了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雷浩做这件事情说明他心里有你，还是有情有义的。我就是命不好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，结果还这样，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雷浩什么。别说我了，说说你跟林烨吧，你们俩最近怎么样？看你最近这么忙，可千万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恋爱呀。我和雷浩就是最不好的示范，可千万别学我们。我跟林烨挺好的，最近大家都很忙，都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没关系，时间还长呢。不是有句话说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你们俩最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你可别瞒着我。没瞒你，都是实话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聊了，我要去趟魏教授那儿，我帮他约了几个专家，要开一个网络视频会议。我陪你。不用了，你专心排练吧，我过两天再来看你。好。走了。腰围也不合适了，毕竟是年轻时候的裤子。哎呀，教授，这个呀只是一个视频会议，往那儿一坐根本看不到下半身。是吗？我看这样挺好的，挺帅的嘛。嘿嘿，那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去开门吧。谁啊？您好，请问找哪位啊？请问这是魏教授的办公室吗？是啊，你们找魏教授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来请魏教授参加专家研讨会的。干什么呀你们这是？你们好。你好，我们是教授前研究院的工作人员，我们领导非常重视魏教授的研究，想邀请您过去讨论讨论。好好好。等等，教授前研究院，这不应该啊，我们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，更何况我们教授今天已经有约了。你们二位能否出示一下证件？我们出来的时候太急，证件忘带了，要求见魏教授的领导级别非常高，赶紧走吧，别浪费时间。到底什么领导啊？啊，你们如果不出示证件的话，我们不会跟你走的。这是商业机密，问多了对你没有好处。魏教授，魏教授，干什么？车我先用一下，回来还你。这是我的车，你别抢车呀！站住！甩不掉，这女的不要命了，还在出来找死啊！Thank you.
童风，童风，让你们把人请过来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听不懂人话了是不是？什么叫请你们不知道？我们也是没办法，那个女的一路跟着我们，实在甩不掉，就一起抓过来了。你这是绑架行凶，是违法行为，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是我，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。你想干嘛？这不还没死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魏教授事情我来处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要是能处理得了，还用我亲自动手吗？总是让我给你擦屁股，时间紧迫，我只能自己动手。狄云，你到底要对童风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用他来对付林业了，这还用问吗？我如何处置他们，还用不着你来发表意见。这里所有的系统都已经和绿创完成连接，一旦狄云启动天网通讯系统，将自动被绿创的天眼系统拦截。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，因为这也是我父亲一生的心血。你父亲真的是一位值得世人尊敬的科学家。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你要把绝文安全地带回再确定一下信号基站那边是否准备妥当。是，狄总。把魏教授带哪儿去了？李菊文，你难道不相信我的文章报道吗？你难道不相信魏教授的研究吗？就算你不相信魏教授，难道你不相信我吗？狄云他在欺骗所有人，他要毁了整个地球，到时候连你也逃不掉。可你现在居然还在助纣为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知道，原本我以为我可以控制一切，但现在一切都不受我控制了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现在只想问你，如果我能够悬崖勒马，向警方坦白一切的话，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师兄？你现在马上带我跟魏教授离开这儿。魏教授在哪儿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让开！放开！我不会让你们伤害童风的。菊文，这是狄总的命令，放开！菊文，除非你们杀了我！去！菊文！菊文！走！菊文！菊文！放开我！菊文！原谅我，童风。
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已经联系了基地那边，他们说我们已经无权使用了。我的老朋友，好久不见了，啊？你还想我吗？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。没错，你始终是我最强的对手。但是你的弱点始终没有改变过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这次由你来选择。你是选择把密钥留在手里，还是选择要童风的命？雷浩，我劝你实话实说，好好交代对你有好处。警察同志，我说过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不信我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雷浩，就外星人入侵这种事儿，你也敢拿出来当理由？你这个科研人员能不能别乱瞎编，严肃点好吗？想清楚，想清楚再回答。所以说，我都不知道林业这么多年费心费力是为了什么。就算真的有超级英雄，他救了你，你信吗？我信。钢铁侠，你给我签个名吧。你漫威电影看多了吧你？你要是那么能掐会算，你怎么没算到今天你会坐在这儿？你回头看看后面写的什么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改过自新，回头是岸。回头是岸什么意思？用不着我给你解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入侵电脑的事情是我做的，银行的事跟我无关，这样够清楚了吗？无关。好，不准备说实话是吧？耗着吧，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你。林烨，你要快啊，我怕我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今天走不了，
是吗？小松，小松，来了来了，给我拿，马上通知大家出警，还有救护车也一块叫上。我在楼下等。快，是队长。我特别想知道，我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呢？早在你在国外建造信号基站时，我就收购了帮你建基地的公司。而且我给了他们足够的钱封口，所以自始至终才会给你一个他们都为你服务的假象。事实上，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李学文这个蠢货果然靠不住，选择跟他合作是我最大的错。不是他靠不住，而是你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作人看。李觉文早就把你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他姐姐，就是以防有一天阻止不了你的时候，还能有人出来阻止。正是他姐姐告诉了我这一切。你以为你控制了人心，其实不过只是控制了皮囊而已。少说废话，我杀了你一样可以实现我的目标。童小姐，童小姐，醒醒，没事吧？哎，童小姐，小宋，叫救护车，叫救护车。童小姐，醒醒，童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快去救觉文，觉文，觉文在哪儿？今天你要是不杀了我，一定会后悔的。来，来呀！帝云，你还记得你自己这个名字吗？我可不是你，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谁。既然你知道自己是谁，那你也应该知道你自己最终要做什么。用不着你来告诉我，我当然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。那你可知道，当初尚轩为了阻止异族入侵，以己之身封印神域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啊！你我都清楚，我们留在这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而你我的火王元素加在一起，就能让神域复苏。
如果你还愿意相信我，就连天浩我们也可以一并解决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又凭什么相信我呢？这个是绿创天眼系统的密钥，帝云，跟我合作吧。我只希望你能将火王元素发射回神域，让尚轩醒来。君文，你没事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再晃我的话，恐怕我真的要有事了。对不起啊。干嘛说对不起啊？小雨，谢谢你这个时候还愿意来看我。可是外面都是警察，你还是走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半个公众人物，让人撞见不好。我萧雨什么时候怕过？虽然你犯过错误，但是知错能改就行了。如果你愿意把心放到我这里，我可以等你。不好意思，萧小姐，按照规定你的探视时间已经到了。多好的姑娘，你要懂得珍惜才是。李队长，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，我会去珍惜我应该珍惜的人，也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事情都跟你交代清楚。是不是绿创天眼系统的密钥？好的，狄总。狄总，这的确是绿创天眼系统的密钥。不可能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没有骗我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没有骗我？他应该骗我，他应该恨我才对。林燕，林燕，
天，凤烛火势，微风拂过的地方，芳草必将重生。屠峰，屠峰，你醒了。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。不会，不会的。我想要吃你做的菜。那你休息一下，我这就去给你做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我怕我以后吃不到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说那个狄云真的可靠吗？我这是在跟他赌，也是在跟自己赌，赌他对尚轩的感情。但是按照你的说法，那个天恒可是他的亲生父亲啊。可是他是尚轩一手带大的，而且他会来到这里也是因为尚轩。可他万一用那个密钥……你放心，既然我愿意跟他赌，就表示我在密钥里动了手脚。一旦他决定不跟我合作，或者想要对付我们，我就会启动天眼的自毁系统。